方烈，小布，我妈来了，你快走。方烈，方烈，我帮你顶着。你妈妈最希望你做什么？出国学金融。错，她呢最想让你在 F 集团工作，所以才让你出国学金融呢。所以说呢，出不出国跟在哪里读书都没那么重要。我懂了，你的意思也就是说，只要我想办法在国内的学校读书，就能借着读书的名义去画画了。没错，经过我的计算，蒙混过关的概率非常高。但是我一看金融书就犯困，根本考不上，考不上我就没有录取通知书，没有录取通知书就骗不了我妈。包在我身上。真的？谢谢你，小布。方烈，小布，我妈来了，你快走。方烈，方烈，我帮你顶着。怎么锁门呢？这孩子！哎，小布，小布，人呢？啊，躲被子里了。睡觉干嘛锁门啊？啊？妈，妈，我刚醒。幸亏我拿了钥匙。怎么有股肉味儿啊？是不是又藏零食了？妈，上次不都被你拿走了吗？少废话，赶紧的，拿出来。妈，人家都说母子之间最重要的就是相互信任，您现在这种行为已经严重的影响了这种默契。我不得不说，您猜的是对的。你赶紧拿走吧，我还得睡觉呢。哼，就这么一包啊？就这么一包？被子这么鼓，你糊弄谁呢？妈，我错了。哎，方烈，你这是什么爱好啊？啊？妈，对不起，他就是过来陪我聊聊天而已。什么？妈这么一个大活人就在门外，宁愿跟他聊天，都不愿意跟你妈妈说说话呀？妈，我俩有共同语言，你跟他有什么可比性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的意思是说你妈还不如一只小乌龟？妈，咱说话就说话，你怎么还……您把我锁在家里，这可是我唯一能聊天的朋友了。您不会连他也给我没收走吧？只要你好好表现，妈就考虑放你出门。别考虑了，妈！你看我的鼻子，我都长痘了。行，少给我来这一套，就知道糊弄你妈。好好给我反省，还吃，都长双下巴了还吃。全拿走，快，走，这一天天的就知道吃。哎，走。